我也放松一点。我一个人啊，一个人。
借着窗前，帕骨陌头杨柳，分色上帘边。我一个人站在窗前，外边啊，杨柳依依，春色满。但是我害怕看，更度上无知双眼，一看见鸟，连燕子都是成双成对。我看见只要看见双子我就烦，那我就嫉妒啊，对吧？更度上无知双眼，知之与过花前。他们在这叽叽喳喳的说，我就想起我们俩以前啊，我们俩一年前，我们俩在两年前的时候，我们俩在那儿啊说情话的时候啊。所以他说，一个郎远别已经年。我怀念我的情郎啊，他离开已经有一年多了，我恨是恨了，我怎么就不变成那个啊，不变成杜鹃鸟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变成杜鹃鸟？我飞到他旁边去跟他说：“哎，你该回来了。”是这么一个情绪啊。所以前天他越是轻快的，越是愉快的，你心里。心里越是郁闷啊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呢，我们大致了解他这个情，这个情怀之后，我们再唱，我们可能就会不会那么开心啊，不会那么开心。我们试试看啊，我们的声音的韵律也就像是叫梆梆梆梆梆梆，韵律是这样的。对，然后谱子小小就小，一旦我上拍了，就是在原音上，所以我不能在我的原音离开我的拍子和拍子，所以我的辅音一定要是在这个前面是小。
小楼如梯，怕古莫愁杨柳，分色上天。啊，小楼如梯，小楼如梯，小楼如梯，怕古莫愁杨柳，怕古莫愁杨柳，分色上天，分色上天。对，所以我们小楼如梯，怕古莫愁杨柳，分色上天。这里面的有很多情绪的变化，有很多情绪变化之后呢，我们的音色变化在跟上。啊，小楼如梯，怕古莫愁杨柳，分色上天。好吗？Bye.
看我们在表演工作过程当中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就是我的情绪是什么啊。就是我们时间在春天到夏一夜的雨，早上起床所发生的事情，这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乡村骑士这种歌剧，从早上我知道卖货郎早上回来碰见三姑子，完了到下午这个卖货郎和朱丽叶两个人决斗，一天的时间，这个就是你一上午的其实很近的一个小时以内一个情感啊，时间春天一个早晨，一个雨天的早晨啊，地点呢在小姑娘的闺房里啊，人物就是你呢，一个小孩，一个小女孩，现在啊是人啊，干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想念他的，想念他的心啊，是吧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想念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有喜有悲，有怀念，有看见的这些东西，有快点春色满园的东西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本来应该高兴的，然后不高兴，然后又想拿起东西让自己高兴，然后还是高兴不起来。所有这种情绪变化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声音来做到。这个我们这个声音就像我们的话语一样的，我们要把这个话很准确的把它描绘出来，啊，把它描绘出来。所以我们还是再来一遍吗？啊，当我们在咬字的时候，一定就是刚才我们说辅音一定要咬准，滚滚弹啊，要挂啊，不要慢，不要吃掉它，因为你一旦吃掉它，我这个吐字就听不见。潇潇夜雨滴积弦，含情孤枕未成眠，今朝来景今是梨涡浅，绿云拥绿蓝瓶花蝶。我们试试看好吧。
该是笑，是这个意思。今朝来竟是你我见，今色变化要有啊，要有是不高兴的，是会的。小楼你就不好玩了。小楼。